都或者嗰啲風機咧，咁我哋都落咗啲呢一個嘅花露水嘅，咁用啲蚊夾浸咗，即係用咗啲衣夾浸咗，咁就可以有啲味就驅蚊啦。咁學校就喺設施方面咧都有嘅，咁我哋本身有啲即係滅蚊燈啦，即係掛牆嘅，咁舊式啲嘅，咁另外我哋喺新式啲嘅就買咗兩部大型啲嘅一個嘅滅蚊機啦。因為我驚會俾啲燈夾熱針到會發病，所以就著啲長度高針衫同埋貼啲蚊貼。驅蚊帶啦，同埋都會同佢哋夾噴蚊怕水啦。唔擔心嘅，因為學校都添加咗好多啲防蚊燈啊，或者其他。